天气大哥非常良心，一个绿宝石可以换一组 TNT， 这一组 TNT 价值6万，我们只要这么转手一卖，哎嘿，便携式马上就到位了，还剩5个，那不行，24个来，再换一背包，再换一背包应该就可以搞便携式了。哦哟，270万够了，280万，行了兄弟们，要不然再换点，再换最后24个。啊，再换最后24个，人不能贪得无厌，兄弟们知道吗？人呐，绝对不能贪，咱们见好就收，也别给自己留什么后路，直接把他秒了，不然咱们会因为贪得无厌导致后边运气不好，这玩意儿影响咱的运势，晓得吧？哎，这都是玄学，为什么我能玩6年幸运方块这么溜，是不是？这里边多少掺杂一点玄学。现在我们把便携式做出来，剩个100来万，稍微加那么几个幸运值，没准咱就能发财了。男人永恒燃料钻石，这牛想干嘛？留一个钻石块当母体啊，用来给我们加幸运值的。便携式200来万，够用了。我们要给那个 TNT 方块加点幸运值。1234，太熟练了，这玩意儿这能不能把这个合成表再给简化一下子，直接一键合成。好了，不用满地丢转化珠了，现在剩170多万，24个100%肯定是做不出来的，但是20个，哦，18个也行呢，18个也行呢，给我来个那个 TNT 大哥，真正的 TNT 大哥真来了，你这哪是大哥呀，你坑人呢，-100这是，哦，板敲攻击伤害太低了，这也不要 TNT，不会让我亏本吧，兄弟们，完了，装大了，这什么？哎，7%，2楼10年单身，换我一个绿宝石地毯，再来一次，铁的不行，萤石粉还是挺值钱的，可以收一下，但铁块真的不想要，一个铁块才2000多 EMC 值，没必要，你知道吧？其他的全挖了，我好像不小心卖了个100%的幸运方块，我亏死。哎呀，好亏！整理一下，不然又卖错了。大哥是你吗？大哥，是他！大哥来了！这一次只要我 EMC 值高于1000万，兄弟们，这些全卖，全卖！赶紧找能开装备的方块，我就，啊，别再浪了。51个钻石全给你，大哥，都是你的了。来吧，来吧！快，钻石、绿宝石，快来！对，我知道。玻璃青金石，不对，这都不对味儿。哎呦，哎，算了，黄金嘛，黄金也不太值钱，一个才10000，他不可能50多个都不出一个值钱的呀，对不对？咱运气没那么差呀，我有点害怕了，只剩17个了。别闹，只剩10瓶了。哎，哎，这是干啥呢？这是，我去，什么垃圾运气啊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一个跳台，不要，我得把转化桌卖一下了，兄弟们，把转化桌卖了，然后做一个那种锤子，这儿有什么咱们挖什么啊，都别嫌弃了，就别嫌弃了，买组转化桌。然后拿2个暗物质做一个锤子，咱们得回点本儿，跟大哥那块再换点，看来咱运气是真不咋地呀，咱们这运气还寻思能赚呢，下次再见到那绿宝石大哥换他个1000万。呵呵，拉满，铁块也要了啊，铁块也要了，这仨瓜俩枣加起来应该也能有个10来万 EMC 值，青金石块咱也要，黄金咱也要，好看一下多少，200多万，又够便携式了，但是咱先别拿，大哥还在，换两组连扔应该没问题，挑战2组 TNT 药水搞到1000万，兄弟们，2组 TNT 药水搞到1000万，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视频，关注一下叶峰这个小作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